爬山，星期四看电视，星期五去跳舞，星期六去遛狗，星期天在家聊天，在家聊天，跟谁聊天？跟爸爸聊天。跟谁聊天？跟妈妈聊天。星期一穿新衣，星期二肚子饿，星期三去爬山，星期四看电视，星期五去跳舞，星期六去遛狗，星期天在家聊天，在家聊天，跟谁聊天？跟弟弟聊天。跟谁聊天？跟妹妹聊天。